在安徽砀山县曹庄镇，上百亩榛子迎来丰收。得益于气候条件，当地种植的榛子要比东北地区早上市二十天到一个月。昨天呢，已经这摘了一万五千多斤了，呃，四十多个工人。今天呢，还正常摘着嘞，价格还算不错，八块钱斤。